招牌式撒娇被夜月，林志玲话刺中我的心啊！林志玲呢日特登飞咗嚟香港出席跑马地马场嘅活动，第一次嚟马场，志玲都好醒咁问晒 tips， 准备落注啦。佢仲有一样嘢好醒噶，就系有谂过喺半空求婚。幻想过，有冇幻想？有可能会是在想象过，心愿清楚，心愿清楚。很浪漫嘛，想象嘛，对，对对对，你一定要说 yes， 不然就不行。其实求婚的前提都是要有个男朋友的，不过最近有套新戏就笑话，如果好像林志玲一样撒娇，就会找不到男朋友。当事人听到又怎样看？刺中我的心，刺中你的心。我实在没有故意什么的，你讲话我就很深入的心，有很多感